我们看这一题，他现在将七个字“千江有水千江月”重新排列。好，那这是典型的重复排列问题。那重复排列问题的话，重点是先要知道每一个字它有重复几遍。这边有一个叫“千”的，它有出现一次、两次，所以“千”出现两次。那“江”嘞也出现两次，那么这有一个“江”。这边有个江，所以江出现两次。再来有水、月，各只有一个，有只有一个，水只有一个，月只有一个。好，所以它这边变说，它是有二四六七七个字在排列组合啦，所以变成七个字排列组合是七阶。然后我们除以有重复到的，将重复两次，除以二阶，这个千重复两次啊，两二阶，然后再将也重复两阶，两次二阶，所以我们把它算出来，即为所求，哦，1260，好，所以这一题答案1260个。